that's going down. I'm going to murder. You better move. You better dance. Let's make a night. You won't remember. I'll be the one. You won't. 这件作品是来自草原事务所的邻居。这邻居呢是波光粼粼的粼，他意思就是说他希望可以阐述一个大海的意象，他一种波光粼粼的感觉，他甚至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意象，是离乡的游子跟在地的家乡，他们以大海所连接的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意象，在这件作品里面。那这个作品呢，其实它各个时间点来观赏都非常非常适合，因为他们大量使用镜面的这种元素，然后在不同的光线的角度，甚至在晚上的时候，它都有看观看它的一个方式。那这件作品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面镜子。为什么喜欢这一面镜子呢？因为呢，通常如果你一个人旅行的话，那你很难就是把自己跟大海一起做合照，但是这边你看这边镜子，你就可以同时看到这边大海之外，你还可以看到这一间就是建筑物叫做林家公馆，它是东引一个非常少数这么大型的一个历史建筑。